台北电器空调3C大展在14号开跑，不少民众一大早入场，要看看有什么家电好康可以抢。有空调业者瞄准了想要在夏日来临前换冷气的消费者，在现场展示出了各系列空调，同时也推出优惠好康活动，加码延长到4月底，抢搭全民普发6000元的商机。台北电器空调3C 大展14号正式开跑，活动一连4天，开展首日就有民众排队入场抢好康，业者也抓紧夏日商机，在现场展示各系列空调，让消费者无论在大空间还是小空间，都能享受优质的空调产品。好空气的品质取决于温度、湿度跟清净度这三大要素，现在已经拥有19项。独家发明专利的冻结洗净科技，业者首创冻结洗净科技，在台湾也取得19项发明专利，并利用独家的电离科技，除了可以加速机体内的干燥，也能将电离净化离子充满在机体内，达到长时间高效抑菌，瞄准重视居家空气品质的消费者。政府推出的节能补助方案，只要购买能源效率一级的省电产品，就能享受旧换新3000元。以及货物税2000元的补助，业者也将优惠好康延长到4月底，推出买冷气就送家电的活动，民众还可以享用政府双重节能家电跟汰旧换新补助，再搭上全民普发6000元的热潮，抢攻夏日家电商机。记者陶孙陈建国台北报道。